你寻找失踪的哥哥多日无果，但荒郊野外突然出现了一位美女，说只要跟她去地下室，一切都会迎刃而解。你会如何选择呢？我的兄弟几天之前失踪了，我无论如何希望有人帮助我来找到他，对吧？啊，兄弟失踪了，我们来找自己的这个兄弟的。好，那来到了一栋房屋面前，是不是这个房屋很有可疑性呢？继续看下去哈。哎，有人来了。Hey, who are you? 这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啊？这个女生在 TikTok 上面经常拍一些这种像是真人互动式的那种恐怖游戏的片段啊，非常非常的火。然后呢，她出现在了这次的这个游戏当中，还挺奇妙的，好吧？我是谁？不重要。我重要的是我要来找我的哥哥。你看到我的哥哥了吗？哦，我们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叫做寻人启事，给你看看，这我哥哥长的样子。这个女生还挺热情的啊，叫做 Molly， 对吧？让我们去到她家坐坐。那这个那就坐坐吧，看你的朋友能不能帮助帮助我，好不好？这怎么这是奇迹暖暖吗？短短的几秒钟，他已经换好了一套全新的衣服。你家是开这个时尚走秀的，他还有朋友，是不是？行，你去跟他们说吧。行，你去吧，你忙，我来看看你家有什么啊。行，他家还可以啊，这个挺通透的，外面这个景色也很好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右边这是什么？这是一个洗碗机，打开里面有一个螺丝刀，哎，我们拿了。这个呢，电冰箱。可以看一下他冰箱里面有什么、啊、水饮料还有一些食材啊，这个食材的量非常的少，感觉不是像有很多人居住在这儿的情况啊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下面这一层，下面这一层东西就更少了，而且很奇怪啊，怎么冰冻了一个矿泉水和一个可口可乐呢？都冰成冰坨坨了，这怎么喝啊？这个没有生活啊。往后看看，这个门锁了，怎么个事儿？我们要用这个螺丝刀把它打开吗？可以吗？不行啊，那这螺丝刀干嘛用的？行，打不开，打不开，行。好诡异呀、啊！为什么要在地下室里面见面呢？大家在这个客厅见面不好吗 ？Go ahead, I want you down there.真的很诡异，虽然知道他是真人，但是他说话的方式就是一上一下的。Don't worry, I'll call the sheriff. 哦，你还会叫这个长官来？哦，我懂了。其实我们的这个哥哥应该是才走丢，对吧？然后我们也没有手机，我们就得找人寻找帮助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要给我帮我打一个电话去找那个警察了。你们家这个地下室够诡异的，我说实话。这里面也没人啊，你说的是兄弟伙在哪儿呢？你的兄 还有英国来的朋友啊，你的朋友还是英国来的，是吧？英国口音挺重的啊。我看一下啊，你见过我的兄弟吗？ What are you doing down there? 还是寻找哥哥为最重要的，先问你见到我的哥哥了吗？感觉他们是一个邪教组织啊，把我给骗进来了，是不是？还要问他们其他的这个成员。我们还要祈祷，干什么？我哥又没出事啊，只是现在找不到了，打个电话就行了呀。奇迹暖暖，怎么那么多套衣服啊？短短的几分钟，你已经换了三套了 ，Moni。You'll have to perform the prayer. 我怎么就变成新成员了？我是来找我哥的，太奇怪了。Trace the outline on the floor. 我还要在这个地上画线，这是个什么？这是个屎壳郎吗？这个玩意儿，这就是这个仪式吗？你们崇拜的是屎神啊？屎神？啊？太奇怪了，我要找我哥哥。这个游戏它有好几个结局，
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结局，朋友们。好了，我再涂的像一点，中间再这样，对吧？哎。怎么有头猪啊？你们地下室哪来的猪啊？完全没看到啊！我直接做法，做完法之后，里面做出来一个猪，然后说现在要做出牺牲了，根本要把这个猪给献祭了。为什么呢？凭什么呢？这个是入会仪式吗？来了，成功了吗？啊！我操！你的成员爆炸了！这太恐怖了，他吓死我。怎么了？我按照你的这个说法去做的，那你也没给我说明书啊，你得至少给我个说明书啊，你说明书给我都不给我，我自己弄是错了有什么办法呢？你也有一半的责任，我跟你说这个 Molly， 我操，我吓死人了。时间暂停，时间暂停，这个时候你想做什么？一，逃跑。二，你还想做什么？肯定是逃跑啊，快逃跑，快逃跑！有多的选项了，我看一下左边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洗衣机啊！哎，我们藏到洗衣机里面了！哎，这个剧情也很熟悉啊，这肯定会被找到的吧？这太近了，他看着你躲到这个洗衣机里面。Oh no！ 完了，之前还想夸这个茉莉长得挺好看的，但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人。算了，赶紧跑吧！哎，可以的，这个有存档的，我们继续跑了。对不对？往上继续走，好吧。感觉这个游戏做的挺简单的，我也能做这样的游戏了。我觉得，这个是卧室吗？这里没的地方藏啊！这里没的地方藏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啊！这莫莉走的有点慢，我说实话。我们现在来到了，这是哎，再往这边是什么？啊，还是那个卧室？去这个客厅看一下。客厅，这里是什么壁炉？让我看一眼。不得有个躲的地方吗？再往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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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不能出去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衣橱，这里能躲吧？一般的恐怖游戏躲到衣橱里面就找不到人了，对不对？怎么躲一下？这莫莉是属狗的，哎，好好好，对不起。那还有哪儿？还有哪儿咱没去过的？啊？这能躲吗？继续往前走，左边，这边，哎，这有个卧室，双人床，而且没有人睡过的。仔细想一下啊，我们总共看到三张床了，这个里面至少有三个人，对不对？找到了吗 ？Molly， 走了。OK， 好，我们需要找到离开的地方。行。我估计找到离开的地方，咱们就是另外的一个结局了，是不是？总共三个结局嘛？啊，这是什么？厕所里面，我怎么又躲起来了？好好好，只有床下面是能躲的，没有其他的地方是能躲的。哎，我这次直接来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镜子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不会是一个逃生通道吧？镜子里后面是个逃生通道，我跑出来了啊！三个结局是不是？一个是我们被抓了，另外一个是被跑出来了，还有一个应该就是我们找到我们的哥哥了，是不是？把兄弟都给忘了，再重新来一次。这一次啊，就不要跟他多说话了，我们就说这个要打电话。我可以用一下你的手机吗？为什么要进去呢？你直接拿给我行不行？好，行，进去就进去吧。我都没有跟你说我的兄弟走丢了，对吧？我要用一下手机 ，Thank you。行，他说他给长官打电话，他跟长官很熟，那你打吧。哎。他没有去问朋友了，这次，对不对？有点不一样了。哎，拿到了这个起子，对，我们之前拿这个起子都没用，但这个还是打不开啊，这个门。这个。
哦，解锁新场景了，朋友们，去这个卧室了。哎呦，这看着很新鲜啊。那我们还可以去其他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哦，我可以到处逛，我就自己别去这个地下室了，很危险啊。先来他的这个卧室看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啊，这不是我 brother 的这个身份证吗？怎么在你这儿呢？对不对？我 brother 的这个失踪就跟你们有关系，你们还打电话报警，贼喊抓贼，说是我必须把你们一网打尽才可以。OK， 还看人家的这个衣橱干什么哈？他说这个这里的衣服都不像是 Molly 的，这个挺像 Molly 会穿的。我说实话，其他的都是被子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啊，你就知道他穿多大的了。可能他们这个房子都是不属于他们自己的。好好好 ，OK。我都没有去那个客厅跟你聊天，你怎么就自己进来了？这个邪教好恐怖啊！啊，他问我喜不喜欢他的这个着装啊，我觉得有点暴露了吧。他要玩一个游戏，玩什么游戏呢？只有一个规则，你说吧。现在有两个选项啊，听着挺有意思。第二个是，你从哪里拿到的这个背包？我还是得心系我的哥哥，对不对？我不能想着跟他玩游戏，我得问一下你哪来的这个背包。我哥哥呢？好，又要去地下室了。去了地下室就不对，就不能去地下室，不行，我要打电话找警察。什么？我 stubborn 怎么了？我很固执吗？ I like it. 哦，他喜欢这一点。怎么说？你要不要就是反水？不要再加入这个邪教了，现在回头还不晚啊！重新走上正道，对不对？拯救我的哥哥！操，把我吃了！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个结局叫做 Molly always win。What the fuck？ What the fuck？ 那我哥哥呢？我哥哥已经被献祭了，我哥哥不会就是那头猪吧？等一下啊！行，他说那个警长马上就来了。怎么？让我坐。行，哦，好用力的巴掌。OK， 他要给我喝茶。I made it myself. 你怎么从后面掏出来啊？这一看就很不干净啊！我喝了肯定就昏睡红茶了，我跟你们说。对，但是我还想尝一下。I drugged you.